起来跳个烧，舞，别烧了，烧别难受了，这是最后一期了，还真有点，哎呀，动心了，太伤感了，没有淘汰了。我知道，是因为还没结账吗？我是难受，是不是因为这节目难受？那是因为什么？把曹阳淘汰了，你难受？不，那是罪有应得。没有，就是难受。关键有点感冒是吗？浑身疼倒是不感冒，就浑身疼。要不你吃个西红柿吧，好吗？哎，这好了。要我说健身吧，不一定都是好事。对他这个，你看我们都不感冒，肌肉疼是吗？这个谁来这儿主线，咱别愣说。有个主持吧，各位老师，咱们可以，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期的抖音下班后的录制嘛。哦，最后一次录制了，这回真的下班了。对，最后一次咱说得来点感言啊。就觉得比较伤感嘛，说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有点假，还是饼哥那个真。他就是真的，我是真难受，我浑身上下脑袋疼，肯定是没录够啊。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节目，就是常年的当固定工作录也挺好，就是在线上可以跟咱们的观众、看观众爱看不爱看吧，好吗？线上跟观众有这个交流，这就是按周，我觉得就是常年的这么周更，也有人看，肯定有人看，对。广告还有人看呢，咱们能没人看吗？对，广告它每天都一样，咱这还每天不一样。对，这个录那么长时间，哪个地儿是你觉得最有回忆的地儿？都有回忆，最有回忆的捞干的，从那个漂流吧。漂流怎么了？漂流我从龙上面往下走这块，真的，我真走一半的时候真的走不下去了。当时我是想你妈了。想家是一方面，我真想我要是，因为我当时摔了两下，然后第三下起来的时候就有点虚脱了，我寻思我不能走一半真的躺这儿，真的走不下去了，这不是全完了吗？那上边那下来车给你撵了怎么办？对，这是我想的一个，我们上面都拦着，一个车都不让走，确实是。是吗？我当时想，因为我走一半实在走不动了，我就想一会儿上边来一车一撞我，我就更完了，粉身碎骨了。我当时就想千万别倒，就想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就盼着啊，怎么还不到啊？还不到啊？当时就觉得时间太漫长了，印象特别，觉得时间太漫长。不是船吗？以后别干这危险的事儿。真的，以后再也不干了。真的，都是一回事儿。因为咱们交车船使用税，不能干这个危险事儿，特别后悔。哦，上面要说是吧？那你说说，您多的要说了，就是特别有回忆的一个亮点呀、或者是你的污点呀。我没有污点、那你回回你亮点在哪儿？亮点跟师傅做那个旋转木马，对，旋转木马，这我还挺开心的。怎么你们都没做过？我们怎么就没做过？你怎么知道我没做过呀？你跟师傅做过旋转木马？我没做，我直说没做过呀。对，到底做没做过呀？没做，真的就完了。这我还比较，这是我比较荣幸的一件事，记忆比较深。你是扶师傅上去做的吗？你没护着点师傅别掉？我就是那师傅的上马石啊。怎么样，上马挺不爽吗？还有通过这个节目也是真能看得出来哈，咱们玩的确实不错，轻易度挺高的哈。哎，咱还能玩到一块儿去。对，哎，就是观众确实也能看出来我们真是在玩啊，然后这个也能看得出来师傅是真爱栾云平，是吧？哟，这个确实是，还这我原来没录这节目我都不那么知脚。是吧？还不直角呢。那每次一上演完事之后，那个我的爱徒，就是的，不录这节目我们也能看出来。我没有那么看出来。说实话，就怎么说说你什么都是好。对，真的就是观众都好多次都就看出来，明显咱俩一个并列的时候，啊，栾云平你的这种爱就是太特别明显。对，那你是怎么能混到就是在师傅选择的时候，就每次都能把你抛弃的。他也行，你也该自己反省反省。我俩正好，他做的也很不错。你就是你也得反省反省了。你为什么每次当要抛弃一个人的时候，准是把你拉下水的？师傅说的特别，在节目当中说的也特别明显。你有什么呀？你有流量吗？没有吧？你有这个节目的看点吗？你能像烧饼一样玩的吗？对不对？你得有一个看点，要不是爱徒，得为这个节目做贡献。那你贡献在哪儿？我没有贡献啊，没有贡献的话，这就是
这个优胜劣汰还真是节目组下回第二季的时候考虑一下啊。不用光考虑我了，这仨都别来，这爱徒大伙也看腻了，这岁数大也差不多了，人该这个年轻的一帮了。我们俩都比饼哥岁数。对，我们俩都比饼哥岁数。本来刚才我是说一个和爱徒得抱怨团了。不是，这不是这事儿。我刚才本来就是说一小包袱，怎么弄这么沉重？我还是继续难受。那你算什么徒？你给自己起个名吗？蠢徒。惨徒。不是，蠢徒是谁呀、啊？蠢徒是岳哥。对，惨徒吧。蠢徒人家是宠爱的宠。蠢宠。后来那是岳哥自己往回琢磨的，对，不是，人刚开始师傅那个就说你就是我蠢徒，高峰给说的，高老师说的蠢徒，宠徒，郭老师听成了蠢徒，你听我的，张小龙你就是长徒，好不好？到伊春呢，不是蠢徒，无所谓，反正我是惨徒，你就长徒吧，长途跋涉，好不好？长途跋涉，我就起了内杠，哎呀，惨徒，该谁了？孟哥有什么那个这回记忆犹新的某个环节某一个片段？我这几次七期都有记忆犹新的事儿，但是呢咱简易期说，我就觉着那期那个咱们古北水镇那期我觉得挺有意思。哎，我还真没去。哦，你没去？没有意思，扔球、啊、就那足球那个啊，不，足球那不是古北水镇，那是咱们那个夏令营啊。古北水镇干嘛了？古北水镇咱们扮上古装吗？哦，扮上古装，那个是太热了，记忆犹新。这很热很热。我其实那天那个摄像大机们有可能有拍着我已经虚脱了，太热了吧？我那天是喝了两瓶开塞、啊、不是开塞露叫什么？那个藿香正气，藿香正气，喝了两瓶藿香正气，那两管噔噔喝呀之后。一下去这哎呦胃里这火烧火燎这翻腾啊，就在那个台阶底下那会儿。哦，他是大龙，你是那个古北水镇。对，我那会儿跟秦霄贤我们俩玩完那个之后，我们俩又飞镖去了，这穿的也厚啊，好家伙汗都塌了，然后我就不行了，再加上早上我没吃饭，哟，我就完了。这个确实是得吃饭报销一下。报销一下，你有一镜头我不知道，我播的时候有一镜头就是我躺在那台阶上，我说等人来吧，我就躺在台阶上。其实你们看着我是躺在台阶，其实我是不行了，我找辙在那歇着呢。哦，啊，后来缓过来了吗？缓过来了。这怎么缓过来？但是反正也是提不起精神来。孙越给他做的人工呼吸。哇，是做人工呼吸啊，不是做人工呼吸。杨小狼啊，记忆犹新吗？记忆犹新的，我觉得那个两个事儿吧，一个是这个能有你，哎，对，有我这事儿就已经非常新奇了，非常惊喜了。完了，咱们就是那天玩那游乐场，最后的时候，咱们在就是节目播的时候是过山车吗？对，师傅在那个那一趟把咱们照片全挂在那儿，完了那个对师傅都要哭了是吧？对，确实是有点一到我这儿挺难受的，然后到栾哥这儿这女装，这让我特别记忆犹新，这太好玩了。一开始挺感人的，一到我这儿完了，颠覆了，就跟过电影似的，就感觉，就有的时候是咱们赶上那种时间的重合，咱们已经相识了，但是就是。就之前那不算啊，就是从相识那开始看，然后觉得跟过电影似的，我记忆犹新的是，这个节目确实失误，你都说爱我呀，怎么偏我呀，这个其实还真是有啊，咱这肯定不否认，但是最记忆犹新还是对我的信任。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抢那个 COO 那期，大家都觉得我掉脸了，其实骂你来着这期，倒没骂我，人家。哦，导演都觉得我是不是又不高兴了？其实我没不高兴，我是在飞速旋转，怎么能还原？但是当你还原的时候，你真的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很特别认真的。认真是认真的，但是我没有急。哎，我觉得这人家这就得认真点，都稀了马哈的，像你们不提，咱这节目也录着也没意义。人家就让你提，你知道你提呗。你知道当时？我跟摄像机说一声啊，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栾云平提了意见，完，但是剪说只剪到我的，然后好多他的粉丝来骂我，他就这几天我已经收，就昨天一天，
我收的好多。他你提的什么意见？问了我。他说啊，他说我节目不够新，是吧？对，传统创新那个，然后观众开始来骂我，这是节目，你们别太认真了，好吗？你说一句，别让他们骂我了。这个嗨，观众的这个言论咱们是要听取的。我发现通过这个节目，栾哥粉丝多了。哎，对。哎，这个比较记忆犹新是吧？确实人格魅力。那刚好提到这个，那大家有统计过参加团综之前和到现在为止粉丝的数量变化吗？哦，我涨了两个。反正我妈跟我楼下那大爷越来越喜欢我。多关注你，我们这个这我还人都说我参加这节目涨了多少粉丝，我还真没注意。但是确实涨了，这确实涨了。那要涨多少，我不是那么记录的。我也不记录涨多少啊，但我有一个，就有两个那么特别的粉丝啊。为什么？就是叫骂我的，这算一个啊，算一波，一波。这栾云平的粉丝啊，来攻击我。不会，他们高老师的粉丝，他们不会攻击你的。他们因为已经攻击了，已经没事，在言论上。然后还有一个收获，无则加勉。有一个收获是什么啊？有一个孟鹤堂的粉丝。上面就是你的照片和你的名字，孟鹤堂的专属粉，然后说专属粉小白，我是孟鹤堂的粉丝，但是呢这几期下来我挺粉你的，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个尚九锡的，这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看错了，尚九锡的说我是尚九锡的粉丝，然后我特别喜欢孟鹤堂了，不是我因为这几两期，哎，我觉得你也特别可爱，我也喜欢你，然后这个就是这样的。哎，对，我就发现有这么几个粉丝，我就特别有点高兴。其实这也不能叫说你的粉丝，你的粉丝其实是德云社的粉丝，对，是都是来看德云社。我以为都要用，我以为你要说都那都是龙口的粉丝，我以为你要说这个。我确实涨了很多，我涨很多，还有一回是因为那个这个秦昊天那跟那什么脸学那个人。是，还有跟那也有很大关系。你说那跟团综有关，那跟团综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不分那么细，哪个是团综，哎，团综涨的粉儿。栾云平就是我们德云社这个风口浪尖的人，行吧？这么说，还有这么一个小环节。对，我觉得这个反正总体来说，这个，哎呦，你说你这病病殃殃的样儿，病病殃殃的样儿，为人就这么为，太难受了。带病还坚持当护工呢，是不是？太难受了，太逗了。这个节目真的，咱们每个人收获都特别特别大。这个确实是，这是实话。咱们给这个观众朋友们，给师傅 VIP 点赞，师傅师娘给腾讯咱们鼓掌，真的，确实是。咱们说领导就是领导，确实是，对吧？人家说的很全面，是吧？这一期录制到目前为止，就抛开最后一期的那个胜负啊，我们之前大家觉得还有没有什么遗憾之类的吗？哦，遗憾，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吗？这辈子我得了，我刚半辈子，没有什么遗憾。遗憾是吧？要说遗憾，就是如果我第六期那期如果被淘汰了，我真的有一点遗憾。那我就是我们的光彩，就是因为那我第七期和第八期的相声就别人就看不到了。我的遗憾就是这个有好多地儿都没跟大家玩在一块儿，就是哎呀，你说我跟你们抢去，我也不是那人，我要跟你抢，你下回跟我抢的时候，我不愿意抢我东西，藏我东西。你这人就是这点不好，人家有游戏都是有游戏规则的。对，有规则没让抢啊。谁说的？那你就愣抢。不是，人家说的是让抢咱才抢。哪个游戏规则哪儿？你给拿表来我看看。你一看就没注意听，那不是抢，那是什么呀？哪个游戏让抢了？不是，这个你俩是俩极端，一个什么都不抢，一个是什么都抢。就他就对，一上来就把什么都藏起来了，我不能藏东西啊。对，偷金币那个。好，还没节目都没开始呢，大伙儿摄像机都没架着，他把金币都给偷了。真不是我第一个，有我撒谎不好的。哎，这个不是这我当哥必须得说两句，这有第几个吗？你藏没藏？我吃橘子。这我下回吧，下回我记还这样。人说橘子和西红柿。就是就在一块儿，人都特难吃。没攥得好，不是。这是你自己往外喷的啊！下回别从这个龙口这往外走。你有遗憾吗？我还真没有什么遗憾。来太晚、啊，他遗憾了。对，那天我对想起来了，他要是首发就更好了，是吧？这是你遗憾，是吧？哎，也不算，这个、还不算遗憾，就来了，我觉得就不遗憾。好，来了就不遗憾。真阳光，这女孩哈、啊。好，然后下一个话题是。
大家来参加团综之前有给自己设立一个是什么工作是吧？我们都是相声演员，不是来团综之前有设过一个小目标嘛？就比如说我希望我在团综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啊什么？这问题问得太好了，对我们还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来吧，我来，我有准备，我也没什么准备，就是他一问到了，我想到了，其实确实有所准备。我想在团综里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哎，团宠。你一开始是这么想的啊？我想是团宠啊，因为你说我上面有哥哥呀，哥哥都几那哪个哥不疼我，都挺疼我。真的这都挺疼我的。然后那弟弟们呢，也还疼你啊？哎，对我都还都挺好。我这失望的。我要是能做成一团宠也挺好的。哎，后来坐下来一看，哎，这也真不错。反正就不也不能说是团宠不团宠的，反正大家对我都挺好的。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一开始啊，是我是曹阳那个位置补位的，人家导演跟我说，然后呢，通过一个谈话呢，人家说那时候我新学一词儿叫“宝藏男孩”，当时那个严导跟我说，我们现在有点改主意了，不想让那个你是最后那补位的了。我们想让你首发，你愿意吗？我说我当然愿意了，但是呢，人导演也说了，如果要是你首发了，前几期给你淘汰了，你相比你也挺寒碜的。哟，人家这么跟我说呢，我又有点，因为我是不是还是到后来上比较好啊？后来我一看曹阳这样，这个呢，也心里也挺不乐意的，也挺酸的。不错，没淘汰我就很知足了。这也不叫遗憾吧？这不是已经下一问题了，亲爱的。听听题，就说你来之前有没有什么准备？就是说自己想做成什么样，幻想一下进这个节目里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其实就不是这节目，就是内容来说，因为我补位，但在开播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咱们在一起，就是不是做做饭呀，然后这种这生活向的。哦，我知道了。之前想过这样做，是因为师傅以前跟咱在家聊过，是这样的。我在家准备，我天天跟我妈学做饭来着，切菜呀、啊，该放什么呀，我开始学这个，别到时候什么都不会。我一想，大伙儿一块干活什么的，结果来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对，那前几期你也看了吧？看了呀。他回看，哦，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这后来我也不学了，不学完了，没学成，不学了。哥，我呀。我就是觉得这节目就来了就挺好的呗，能来就不错。大伙一块儿确实健身，能来就不错。人想起我来，能来就不错。感恩的心。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叫白日梦颁奖，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自己颁奖，或者给其他的师兄弟们进行一个颁奖。颁奖是吧？下上一下道具，那肯定是栾哥了。哎呀，好期待第二季。大家可以先聊一聊想颁什么奖。这是什么热扫是吗？热搜，我这是我给那么多奖，就是啊，不许抄作业啊，因为主要原因是你挡上我机子了。哎，我写完了，生日快乐，新婚快乐，工作进步，学习向上，开心每一天，好好学习，最多热搜奖小亲亲。最佳爱徒奖，最佳徒弟奖，何云平，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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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开奖嘉宾是由著名的相声演员烧饼先生为我们小秦秦秦霄贤老师颁上一条最多热搜奖，上边写着烧饼老师给秦霄贤写的一些小鼓励啊，生日快乐，新婚快乐啊，工作进步，学习向上，开心每一天，好好学习，白月光好。哎，以是嘉奖，这一个奖状用一辈子，你还没有，就是生日快乐都新婚快乐全写上了。我颁一个七七特别惨的大奖，就是给张伦同志。哟，咱俩撞了，因为那就俩奖，你也是给张伦的是吗？你看我都。真是好，这那就证明咱们太那什么了，这个妇人之见了。嗯，这搭档郎鹤炎，比他还惨的人，那确实是，那要这么看的话，郎鹤炎最惨。七七特别惨的大奖，张鹤伦的搭档郎鹤炎同志，我颁给他了，因为他天天看着张鹤伦在这个节目上风生水起的，然后他们又上了节目，我感觉郎鹤炎同志特别的惨。
全场最惨奖、全场最白奖、全场最肥奖颁给了张鹤伦。哇，你现在可以立人设了，惨白肥。哇，你看，你看他这个挺好，惨白肥。最佳爱徒奖吧，段艳萍。对我们没有什么可不同意的，没办法。真是感谢张伦颁给我一个这个最佳爱徒奖，最佳爱徒奖其实就我一人竞选。颁奖人孟鹤堂，获得提名的有段艳萍。孟鹤堂签字。得奖的是段艳萍，好吧？好好好，好。噔噔噔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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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个。谢谢组织对我的认可。哎，我这奖就这么拽给我了，就这么拽给我了。哎，这是我这个了。哎，哥，你都搬完了是吧？哎，该你了。那就是我这个了。哎，对，应该给祥子搬一个后来者居上奖。我怎么居上了？我没居，后来者是后来者。这个后来者居上。颁给这个狼岩啊，这个你，我替他转达。好，好，好。哎，这是张伦颁给我那是吧？这是。哦，您得颁给我呀。哎，啊哈，谢谢，谢谢，谢谢。以后张伦就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领导了啊，我一定要力保他啊。哪个领导？惨白肥。张力宝。张力宝。好，我颁给的是这个王九龙的奖。好，出去。哎，出去干嘛？王九龙这个摄像大机，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话题。整季最棒的包。哎，对，这个我觉得真是祖师爷闪光了，真的是。也没给饼哥颁奖啊？啊，没有人给我颁，不颁了。你看，我刚才我就别颁了，我不行了，我都到坑。我说我想颁一个最佳莽夫奖。不会写这莽字，我刚因为不会写这个莽字，我就完了、哎，完了，可以了吗？你们都有奖了吗？祥子，我们俩没奖，没有，这不是的奖品，你有奖品，哎，谢谢哥，没有奖，奖品，我还有一证书呢，哥，我们还有一张那个最大的那个奖状，这个是希望吴老师一起商量，好，搬出来的最大的奖状，行，那无可厚非了，就剩你俩了呗，对，就颁给我吧。咱这颁给谁？一人说一样吧，咱们看五人哪个更好。行，这是颁给我们五个里边的人吗？不是，随便，随便。我觉得这个奖应该颁给师傅，那得定一名啊。因为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没有师傅的话呢，咱们也不可能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见面，也不可能录这个节目，让大家能玩到一块去哈。那就应该颁，我觉得应该。颁个小妹儿最佳拍马屁奖是吧？哎，这个最佳马屁奖，对，这个、倒是我的强项。然后你说一个，他们先说，谁说我都强。我先说，我就要是我说呢，我就颁给观众朋友们，这个逗笑社的观众们，我就是最佳观众奖。那最会拍马屁在这儿呢，你们说一个，咱们看看谁的更好一点。最佳平台奖，好不好？颁给这个腾讯。哎，一人占一个嘛，不是咱一人占一个嘛，对不对？人都说了，都别说重了啊。哎，我说颁一个最佳导演奖，最佳导演团队奖吧，好不好？你别说太具象，笼统点。都你关了。哎，对对对，就给你都剪了，对吗？啊，最佳团队奖。你看，这说话圆润一点嘛。对，我刚才想的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些幕后的这些，比如说摄像大机，然后咱们的 Photopedia， 不是，那你跟他说重了。妆发哟，你说一别的吧。最佳，那就是最佳赞助奖。对。最佳赞助奖说了，颁给古力多。哎，最佳金主奖，好不好？最佳金主奖，好不好？五个大奖，一个是师傅，一个是这个团队，对，然后一个是观众，一个是平台，哎，一个是金主们，对，是吧？那咱们就让这奖咱空缺吧，让他们五个继续努力去，好不好？太好了，好吧，努力完了，五个不要太骄傲啊。那咱得站起来呀，对，这样吗？是吧，同志们？哟喂，哥，哎呦哥，最佳表演奖还表演呢，还表演呢。你撒手，我能站起来。来，咱拿着点啊，都拿着点吗？抻着点来。哎，抻直了，来，一会儿给撕了。啊，等开了给。谢谢大家。大家每个人对着自己的机位说一下这一季大家最想感谢的人。来吧，那我感谢。
谈心会了。德云真的下班后。